一看，你这离太近了吧，你就不好看。半圈上手，对，正常。来来。爹，哎呦哇，哎厉害，白酒爹，但是参与到这个项目之后，我就觉得这个角色我一定要塑造好。志廷也陪着我打了好几天，抓紧陪练。那几天确实特别想跟他说谢谢。非常的震撼，然后希望有更多的人能够喜欢我们的电影《传说》。全场的朋友，祝我们的电影《传说》票房。后边的那个手肘肉没有往下沉，上天，放拇指，哎，没搭上。你看，你确定他每一次的这个上前动作都要扣进去，然后再变，再开门。站起来了，加油！所有人突然间在加油，加油！旁边的人啊。